好，我家住在乡下，住彰化县头。好，我们家那里有一座山，很特别的一座山。你知道那座山叫什么名字吗？八卦山。八卦山。好，那一座山叫八卦山，是因为山上有一个那个什么大佛，是不是？好，可是，在彰化市才有大佛啊。可是那座山，它是一个山脉，整座山都是八卦山，八卦山脉。从彰化北到彰化南，北从彰化市开始，南到二水，接浊水溪。那我家就在那个山脚下的那条路上面，啊，那条路叫什么名字？猜猜看。八卦路。不会吧？啊，那条路叫。那条路叫三角路。哇，它三角的山脚下的路。好，所以常常就会。有空的时候就带小孩去那个我们家的山上面去散步，或者是我们家前面的一片稻田里面去散步。那有很多的东西是钱才能买到，那钱是真的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可是也有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。如果钱能够买到这样的东西，那它也没有那么珍贵。啊，就是对我来讲是温柔的一个温柔的一生。我妈写了一首歌，它叫《温柔的命运》，就是说除了赚钱以外，它还有其他的更重要的东西，那会是什么？所以我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。温迪为我命，那献给在座的各位。那是不是大家已经对赚钱这件事已经不那么热衷了，或许了？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个笑脸，在这个年纪在唱的这个，温柔的生活是长什么样子？那也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来听歌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温柔的歌声像天，音色的璀璨。
乐团，然后以代表我们的社大对他们的感谢，这样子。